大家好，足球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有着特殊的地位，这场备受期待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哎呀，这个天气太好了，实在太好了，一到这样的天气啊，我觉得不看场球好像就缺点什么。你看这比赛简直就是对着天气最完美的搭配，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好久？哎，这个球场气氛太好了，这绝对是足球世界里最容易辨认的球场之一，这里也为这项运动增添了很多色彩。好，比赛已经打响了，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。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精彩的对决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！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啊。戴维森送出直塞，大家都期待一脚高水平的传球啊！好球，及时的破坏了。现在球分到左路，直接长传，界外球，戴维森，这次他们得到一个角球，化解了险情。在左翼打开了不错的局面，他的视野很开阔，尝试传到中路，险情暂时解除，哎，又抢回来了，球来到了左侧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要到前场。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，由于没能破门，相信双方的教练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。虽然没出现进球，但是比赛的过程啊不沉闷。你如何看待上半场呢？好吧，目前看来今天非常让人沮丧，尤其是对射手而言，我觉得传球非常糟糕，没人给他们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机会。精彩的半场，唯一欠缺的就是进球，比分为0-0。双方的比拼现在继续。前45分钟的赛况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啊，尽管双方很努力，
但是临门一脚总是差那么一点，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改变比赛的态势。球打到中路，戴维森，抢得好，没有让对手吃到豆腐啊！传球，封堵的不错，不过也送了个角球给对方。果断解围，化解险情。戴维森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哎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哈。球转移到了右侧，他阻止了进攻，他们成功的把球破坏了。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，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。想要穿透防线，他想试试运气。好球，他做到了，他把最精彩的瞬间留到了最后。他的门前嗅觉非常灵敏，绝对不会放过进球机会的。像这种球员都有第六感，能迅速找到最佳的位置抢点，脑子转得真快。现在我们期盼的换人终于出现了，是谁呢？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，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，有时候身体没劲儿，脑子也会变慢。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。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-0。分到右侧。比赛结束，两队旗鼓相当，最后一球定胜负，他们以非常微弱的。